乐地球村，郭文斌制作主持。8:52，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今天哦礼拜六音乐地球村的节目现场，我是代班主持人 Aaron 果冻。在上个阶段呢，已经先跟大家预告过了，说这个阶段要跟大家呢 introduce 啊这个非常厉害、来势汹汹的双人组合团体哦。他们呢有多厉害呢？他们去年哦才刚刚得到了香港最受欢迎的新势力组合奖。我一定要讲的就是呢，他们有着这个偶像的外表，但是呢，他们呢又有着这种专业歌手的实力，再加上我觉得相当难得的就是他们的亲和力了。他们到底是谁呢？就是相当可爱的 Too Sweet。 在这边呢要欢迎哦所有的听众朋友呢一定要上网去给他搜寻一下哦。 Too Sweet 的拼法呢并不是 T-O-O 然后 Sweet 哦，那个 Too 呢是1234的那个2，然后呢后面打一个 Sweet Too Sweet。 他们呢其实是这个双胞胎的姐妹档哦，而且呢有这个日系混血的血统在他们的这个血液之中。我们知道呢他们每一次在荧光幕前面一出现的时候呢，就是非常的欢乐，而且非常的有活力。就像我上个阶段能跟大家介绍到的说，不管呢是在主持还是在戏剧，甚至于呢是歌唱哦，他们的成绩都非常的亮眼。而且呢他们现在呢也是在亚洲呢这个各大校园的抢手啊。因为呢现在我自己啦也有呢 follow 他们的一些新闻，很多的校园哦每一次呢只要是有他们呢去演唱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现场的气氛嗨到不行。好了，那么接下来在空中想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就能够证明出来他们两个是多么的有才哦。为什么？因为这首歌曲呢其实这个词哦是来自于呢 Too Sweet 他们两个人呢自己所填写的。那么这首歌曲在公众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由我们的宣叶可芬还有呢宣叶可芳所带来的恋爱 Too Sweet。 现在在空中呢就来跟我们所有洛杉矶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这首相当可爱的歌曲恋爱 Too Sweet。念在你身边，独占那灿烂的笑。
这一首相当可爱相当甜蜜的歌曲呢，来自于这个来势汹汹的团体 Too Sweet， 大家不要忘记了，一定要上网呢去搜寻他们，给他们多多的支持，希望很快的呢他们就可以来到洛杉矶跟大家见面。那么今天呢，原本我要在空中呢访问他们的，但是呢我自己呢没有算好，因为呢他们的经纪人终于肯给他们放一点点小小的假期，所以现在他们的真的好好的迎接他们的 vacation 之中，因为最近他们非常的忙碌。不过没有关系，今天现在空中呢跟大家分享一首呢这首比较可爱的恋爱 Too Sweet， 下次有机会呢一定要把他们请到空中跟大家聊一聊。洛杉矶的听众朋友，您绝对呢不希望错过他们的访问，因为他们非常的可爱，非常的卡哇伊，而且非常的有 gang 哦。